看好有全球电竞产业的 NBA 称号的 IBP 电竞大赛，他们超强魅力。美国知名的华人企业赛普特也和 Intel 等主流大厂一起来担任游戏赞助厂商，一同呢加速全球电竞产业的发展。爆头，爆头，又爆头！看来自全世界总计只有八队入围的绝对武力玩家，不论在技术、反应和集中力部分，都要拼全球顶尖。更激动的是，还有机会拿下最终$100,000大奖。激烈的淘汰赛同时吸引到来自全球的各大赞助商，纷纷看好这块高达$9亿产值的全球电竞市场。世代变化，需求变大，尺寸也变大。那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面，我们提供了很多大型的这个显示器来世代更换，借了这个电竞的东风，把我们的这个视野推向了那个 mind 的显示器的这一块。像我们今天呢也有带来我们全线那个1920×1080解析度和包括 4K 曲面的所有全线的那个2016、2017产线的产品。除了关注会场中央大型高清荧幕，看八大队伍各显神通，谁有实力又好运气能在这场电竞风暴中呼风唤雨外，赛普特还延续超过30年的显示器专业，一举推出全新的大尺寸曲面荧幕，惊艳全场。高速度的这个 process 配合这个 PC 以后，配合这个高速的 monitor， 这样子的整组是属于这个整套系统玩 game 的人是非常需要的。你玩的时候，你在打 game 的时候，你的旁边的 peripheral 可以比较对你眼睛来讲比较轻松。那轻松呢就可以看得很清楚，你在打 game 的时候你要看你的 mini map 啊，或者是要看别的东西都可以比较快。那这个会让那些 gamer 有比较容易的 time 去打 game， 可以然后帮他们去赢他们的 game。不止曲面荧幕夯，面对全美各地的专业玩家对电竞产品的超高需求，赛普特还同步推出多项电竞专用的周边产品，从专业滑鼠到高弹性键盘都有，帮助这些专家决胜0.1秒之内。所谓的需求是速度、尺寸，所以在你的 PC 领域里面，你的不管是普通使用、商业还是公司，还是所谓的是 gaming， 我们提供都是各行各业的需求。那这个上面呢有很多是速度要求啊 ,response time, 还有是尺寸，还有是它 refresh rate 的144Hz, 这些都是我们导入的一个新领域。结果跌破专家眼镜，由来自巴西的超强队伍 Immortals 击败美加组合的上届冠军 Cloud9, 最终夺得冠军奖杯，并且晋级11月19日的 IEM 大师赛，挑战最终$400,000的总奖金。观众查询更多新产品讯息，欢迎上赛普特官网。东森新闻魏宽用智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。